故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共计较，若能知其两数者，不许成就。啊，这苦盼也不容易啊。我们看注解第十六，声闻无数缘。欲闻曰：过中声闻天人无数，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声闻天人都是随顺我们事先说的，那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都是随顺我们这个时间讲的。实际上呢，实际上他那边没有啊。怎么说没有呢？你把四十八愿都看吗？圆满了，你就完全明白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无论是天人，是声闻，是缘觉，是三乘全教，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阿惟越智菩萨，不就平等了吗？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啊？法身菩萨，所以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啊。这个不是往生的这些声闻天人，不是他们修的，他们没有修，怎么会变成化身菩萨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让他变成了啊，可不可能呢？为什么其他的佛没这么做呢？啊，释迦佛有没有能力加持我们做阿惟越智？有能力。有能力为什么不是啊？我们要是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定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已经在做了，你到他那里去学就行了。释迦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迎接我们，这都生死啊！啊，佛佛道同，佛佛互相赞叹，佛没有嫉妒障碍啊！你做了，做得那么好，那么圆满，我真的刚强难化，
业障深重的人通通送到你那去，送到你那边就解决了。这就是释迦跟弥陀的心愿。我们了解佛佛道同，释迦弥陀是一不是二。那既然那边做好了，这边就不需要了。那诸佛如来不增信徒，你看弥陀办得好，释迦把他的信徒介绍到那边去，只要肯信，真正相信，你就修这个法门，肯定取得成，肯定是真实，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我们对佛要信得过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陈先生说，阿弥陀佛弟子无量，三无量众其业也。这三种无量就是下面有三无量者，无名无量，寿命无量，眷属无量。眷属就是弟子，跟他学的人无量啊。或者有人疑惑，《悲华经》里都说，你看为彼佛国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尘，所有大众全是菩萨，无量无边。你看佛在悲华经上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全是大乘菩萨，没有声闻缘觉。那这说的不一样啊。是金经何云声闻无数也，该此二者闻虽相左，而意呢是无为，没有违背。金经三辈往生，居云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三辈生者通通已经发菩提心，所行一定是菩萨者，故悲华云纯是菩萨，是在极乐世界讲的。至于彼国声闻缘觉，只是就其断惑之情况而言，虽断见思，未破尘刹，有无明惑，这叫声闻非是只求自度者而成。若只求自度，不愿度他，那你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正住宋义此义甚心下面把宋义的这段文抄到自己给我们看宋义说，我得菩提成正觉矣，所有众生令生我刹，虽住声闻缘觉之位，我百切具持，莫由他宝刹之内，便作佛事，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按声闻不闻他方佛名，但求小乘涅槃，不取佛果。这是小乘声闻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他们虽然是
声闻缘觉的身份，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们就能够往百千俱值那由他宝刹之内，这就是设方诸佛国土，大家就概念就更清楚了。啊，变作佛寺，这个变作佛寺就是上求下化，啊，上面供佛闻法，下面度化众生，愿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这是菩萨了。这哪里是声闻缘觉呢？啊，真的声闻缘觉，你看，不闻他方佛名，他也到不了十方诸佛刹土，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他立刻就能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啊，不但闻佛名，而且还供养佛、供佛、闻法，还度众生。跟化身菩萨完全没有两样，这极乐殊胜呐，要发菩提心呐。印度这个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啊，真正发愿求生，你真信、真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就等于是阿惟约之菩萨啊！阿惟约之叫三种不退也，就是化身菩萨，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不是你自己真的啊，虽是佛加持的，但是作用跟自己证得的没有差别。这个多难得，多快呀！这底下讲，今极乐人民，所谓声闻，能远至无数佛国，做无量佛事，度无边众生，悉令成佛，正是大菩萨的心境，岂能视为一般声闻人？啊，是所谓之声闻者。这些声闻，皆以发菩萨之大心。行菩萨之大行，去无上之大果，其实正如悲华所谓，纯是菩萨也。这个要知道，要清楚。你要不知道，你对极乐世界那一种向往的心、求生的心、求清净阿弥陀佛的心生不出来，必须知道他的好处、他的功德、他的利益，真正是无量无边际啊！没有任何一个佛刹，没有任何一尊佛能跟极乐世界相比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怎么能叫我很快就切入，就能证得，
找不到啊！没有想到我们居然遇到了。啊，遇到之后啊，你想在一生当中成就，你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为什么呢？他很单纯，就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念了92年，不拐弯了。啊，他念到什么程度？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啊，啊，注意，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老祖宗教我们呢，求学，无论是法佛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呐，读书千遍。其意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大彻大悟啊！要一门，要专念，才能大彻大悟啊，才能明心见性。见了心，所有经全通了。不但释迦49年经你全通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量界所说的一切经，你也全通了，没障碍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抓到自性，全抓到了，就这么个道理。那别人跟我讲什么好，我赞叹，我决定不学，我只学这一门。老师传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你要学多了，学杂了，背时叛道，错了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啊，大家反对汇集本，我不能反对。为什么？老师传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相信老师爱我，所以我不会背弃老师。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相信啊，没有人肯学，我一个人学啊。我们既然拜了老师了，还违背老师，不听老师的话，这就是背时叛道啊！背时叛道，果报不好啊，成就很难呐！啊，对老师的这种真诚恭敬心。没有了啊！现在遇到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好老师遇到一个真正依教奉行不背时叛道的也不容易找，很难找到啊！真找到一个，法就传下去了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样，这棒子有人接上去了，啊，都不好找。啊，交棒的人不好找，接棒的人也不好找。啊，可是发真诚心就会遇到。佛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相生，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心向善。这个世界就善，没有一样不善。心想不善，这个世界就是麻烦，就灾难来了。从心想生，那善的标准是与自信相应。自信就是天道，就是大自然，
是大自然的规律，如果跟大自然的规律相应，这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没有私心。所以圣贤的心完全随顺大自然，所以宗教里面的创始人，他们起心动念也能够顺应从大自然，这是好的啊。像中国古人所提出来的，古人是顺乎自然的，无常是顺乎自然的，大德是顺乎自然的，好啊！啊，中国老祖宗，我们相信10000多年前就知道了，啊，就顺从了，世世代代教导我们，我们不顺从自然，违逆自然，也不过是最近200年，啊，这从跟西洋人学的。那西洋人物质文明发达，就破坏自然定律了。啊，他们要人定胜天，人胜不了天的，到最后麻烦还是要自己承受啊。啊，顺乎自然是最美好的，违背自然就会有灾难。啊，现在违背自然的事情太多了。给地球带来的灾难不少啊，甚至气候的变化都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啊，违背自然。那么人体也如此，人体要能顺应自然啊，我们怎么顺应的？身体没有念头，对整个身体没有任何念头，像婴儿一样啊，婴儿对他身体没有念头啊，所以他身体健康啊。为什么老人身体不健康？老人对自己身体念头时时刻刻关心，壮年的时候没在意啊，老年时候退休天天就想着身体，怎么这不痛啊，那儿不舒服啊，啊，你想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去出毛病了。那最健康的想法是什么？什么都不想。那什么都想可不容易做到啊！阿弥陀佛教我的方法太好了，专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别想，这就顺乎自然了。那像婴儿一样，那婴儿从来没有想到我这那个器官那儿毛病，他没想过啊，所以他不会有问题。很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中国人讲老小老小啊，老人要向小孩学习，就健康长寿了。佛教里面菩萨修行有这个婴儿心，有这么一个法门啊，观察婴儿，学婴儿那个样子啊，用现在话就是完全随顺自然啊，没有自己起心动念去造作啊，这就最健康。这个道理被今天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那就是证明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心想要善啊，纯净纯善，好，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啊，身体就会健康。妄想多了，杂念多了，什么毛病都出现了。这个道理要懂，是真理，不是假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说的一点都不错啊。佛与法身菩萨他们的看法想法正确，完全是事实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包括六道轮回，全是梦境。梦中所有境界，你能不能得到？得不到。自以为得到了，那是你的妄想。事实上，得不到。啊，那我们今天也有了一点科学知识。我们现实能不能得到？啊，我们现实眼所见耳所闻，啊，身能接触到的六根接触到的六尘境界，是会什么事情？能接触的六根，所接触的六尘。这些全部都是起心动念、念头波动频率当中所产生的幻想。这个频率多快啊，多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用现在一般科学通常所说的以一秒钟为单位，一秒钟它的波动次数有多少个？一秒钟啊，我们现在用的数码电视，一秒钟是一百啊，像照相机一样，一百个这个影片啊，一秒钟一百个。所以我们看不出破绽，好像是真的。那实际上我们这个现象的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一秒钟频率高了，是2240兆一秒，2240兆啊，怎么算出来的？弥勒菩萨跟释迦佛谈话的时候，佛问他啊，弥勒是发现唯识的专家，发现唯识就是今天讲的科学啊，所以弥勒菩萨是科学家啊，这些都是物理现象啊。弥勒菩萨佛问的是心有所念，凡夫我们凡夫起了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我们感觉到，这个念头佛问的有几念，这个几念是微细的念头，有几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识，识是心理现象，就是受想行识合起来了，相跟识合起来就是佛讲的五蕴啊，五蕴是精神，是物质最小的，所有都是它组合的。金刚经讲一合相，一就是五蕴啊，五蕴是指着有这么一个现象。弥勒菩萨回答说，这一弹指啊，破手弹指之间有32亿百千年，你看这么多细年，一弹指有32亿百千年，一百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
念头，一秒钟能谈几次？有人告诉可以谈七次，那七次320兆乘七啊，就变成2240兆。这么高的频率，现在科学没有办法掌握，但是科学家相信啊，因为现在科学仪器可以能够探测到，就是掌握到1000兆分之1秒。现在的仪器，所以它能把物质的问题解决了。物质到底是什么？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啊，物质从哪来？从念头来的。这个道理，佛经上讲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为什么？真讲清楚、讲明白了，你就离苦得乐了。那怎么离苦得乐呢？我那个恶的念头全部都要了，所有毛病就没有了，一切善的念头提起来，那乐就来了，就离苦得乐了。啊，美国布莱登博士，我记得是2011年。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通知我了。啊，好像我在香港，我没去。我打电话给我们学院，学院派了8个人去听。啊，在那边听了2天，回来向我报告。他们头一天。是科学量子科学最近研究报告，那我们听得很欢喜，跟佛法越来越靠近了。第二天呢，是专门探讨这个玛雅2012的灾难预言。啊，这些科学家里面确实是一半一半，一半人相信玛雅预言是真的，会发生灾难；另外一半呢，他说未必，未必是真的，啊，认为不可能有灾难，啊，一半一半的。那怎么化解？万一真有的话，怎么化解？啊，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啊，他跟大家的建议啊，因为他是研究量子物理，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跟佛教完全相同。那既然随心转，如果地球上的人能够弃恶扬善，端正心念，这三句的话题，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化解灾难的时候，念头，那么同样一个道理，化解我们身上的疾病啊，也是念头。啊，念头纯正，不会生病啊。为什么？细胞，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啊，没有带病毒的细胞，你怎么会生病？啊，老化的细胞可以恢复成正常，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老化的它能转成年轻，
很有道理啊。那个念头里头啊，我们学佛学了60多年，念头里头最深的念头无故于阿弥陀佛。学到什么程度，可以去弘法利生开悟了。没开悟的时候不可以。为什么？没开悟你是凡夫，你还有烦恼，你还有习气。啊，要怎么样开悟？也门，也门深入。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们要注意。啊，为什么不能学太多啊？学太多的时候你分心了，你精神不能集中，你妄想会很多，所以只准学一门，叫你天天想一桩事情，想到无想就毕业了。啊，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复杂。啊，这个不是学知识。啊，不可以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呢？开悟之后。没开悟的时候是以开悟为第一。啊，就是修定。啊，你看。因界得定。因定开会。开会之后可以广学。啊，那个时候学太容易了。啊，学佛同学很多人知道，龙树菩萨大彻大悟的初地菩萨了。啊，他开悟之后，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3个月就学完了。你能相信吗？我相信。我凭什么相信？我在六祖坛经里面得到的消息。啊，你看慧能大师不认识字，跟海鲜老和尚一样，一天经没听过。啊，五祖道场有禅堂有讲堂，他都没去过。禅堂里头没去过，讲堂也没去过，非常生疏啊。住在这个庙里住了8个月。啊，神秀法师写的记子贴在墙上，他不知道在哪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他老实，他不乱跑。如果派他对对方工作，他8个月就是在对方，除对方之外他哪里不去。这是什么定？他定住了啊，定生慧啊。坛经里面有一段记载，法达禅师他学法华的啊，诵法华经3000部啊。那我们相信法华经很长七卷，但是分量大啊，一天顶多只能诵1部啊，3000部需要10年，10年时间完成3000部《法华经》，但没开悟。啊，到曹溪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六祖不会看经，不认识，听你念给我听。啊，你念了3000部了，念给我听。啊，他就念个六祖听。念到第3品《法华经》，我们知道
二十八品，念到第二品，刘祖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他就开悟了。你想想看，开悟的人都简单，一部《黄好经》听几句他就行了，下面就不必听了。像这样学法，一部《大藏经》三个月足够了。所以我们想到文殊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每一部经就翻翻看几页就明白了啊，不管是前面后面当中啊，看几页就行了，一点都不假了。所以开悟是多么重要啊！你要搞杂了搞乱了，你心里常在想的，有那么多的妄想，有那么多的杂念啊，而且还常常这些到处攀缘，你怎么会有成就？一辈子不会成就啊。所以你看这个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我们要感恩的，要顶礼啊，就是一句端倪中的极处了，就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啊。他得到什么结果？他得到明心见性，因为他自己说过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不说，人家问他为什么天机不可泄露，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不跟你讲，跟你讲了你不懂啊，你老是念佛，念到一定的程度就懂了，你不念佛怎么会懂？那你不老是念佛，这无量寿经听不懂。啊，海鲜老和尚观点你听不出味道，啊，甚至于听听就不想听的，就说业障重啊。之后我们才自己真正知道自己这一生多幸运，这一生还有什么想头，就是想到极乐世界，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这叫得到了，真明白了，真回头了啊。所以记住，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都是法不好，法每一个法门都好，佛说的都是自己流出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你只能选修一门，你就成功啊！尤其是静坐，无论修修哪个法门，你把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这法门妙极了，不是说只有你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啊，我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我念地藏菩萨能难，只要你一生就念这一句，你把别的放下啊，一定要回向极乐世界求生净土啊。那我念其他宗教行不行？行，只要专心啊，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通通得生。啊，要不要改变宗教？不需要。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自心流出来的，没有例外的，所以宗教真的是一家啊！念学基督教，虔诚基督徒啊，功夫达到了成片啊，他要是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想求生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行不行？行，
用他的功德回向，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啊，他到天堂去了。结果一看，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天堂，那情味无穷啊！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每个宗教都到他理想的，到最后大家见面，哎呀，你也在此地，他也在此地，啊，才有味道了。就是整个宇宙是一体，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十八图都是心现，没有十变。十法界里头加上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性，是妄性。啊，妄性通常叫它做无始无明。啊，无始无明是有生灭的，就是刚才说的，一秒钟。2240兆啊，这讲它的频率啊，一秒钟啊，或者说是2240兆分之1秒，怎么回事啊？所以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再不迷惑了。啊，你的抉择方向正确的。啊，没有不成就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文字后头说，最后用以一千乘中千来得大千，如是三度一千乘之，故有三千大千世界。实际呢，只是一个大千世界啊，而不是三千个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具有十亿啊，十亿个单位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讲的银河系啊，具有啊11个银河系。现代天文学家已初步发现宇宙中世界无量，人限制太阳及九大行星称为太阳系，那地球是太阳系当中的一员，绕日运行啊，限制太阳不但自转啊，而一绕银河星云之中心啊，初步现在科学家说的黑洞啊，黑洞是天体啊，绕着黑洞运行约20000万年绕行一周啊，太阳绕这个银河系绕一圈需要多长的时间？2亿年啊！那么太阳是和银河系星云当中的一颗恒星啊，银河星云约有1000亿个恒星，恒星就是太阳。啊，这个大星系里头有多少太阳？有1000亿。宇宙中有无数的星云，星云本身也在运动。说银河也只是宇宙更大天体当中的一员，如是辗转扩大，不可穷尽。当前天文学上的发现，已初步证实星云世界无量。这被科学家证明了。至于三千大千世界，乃一佛所化之间，啊，是一尊佛他的教区，他所教学的范围这么大，啊，佛无量，故世界无量。愿闻大意为三千大千世界之
一切众生皆成圆球，以其神力神通之力共同计算，皆不能知阿弥陀佛的受量，以及极乐世界的人民受量，以及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数。极乐世界到底有多少人啊？我们这个地球要有70多亿，极乐世界无量无边，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每一天，每一个时辰，每一分钟，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多少人？啊，这些人都是无比幸运的人。啊，为什么？他们一大半都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建立极乐世界，戒引众生一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啊，以什么门为对象？以现在受苦在极痛苦的六道里头的众生。啊，所以他头一个是度六道众生，然后才是四圣法界，啊，才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是主要的是度六道轮回众生，六道轮回众太可怜了，太苦了，啊，他们很不容易回头，必须要有最善巧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啊，他能够接受，他能够在短时间当中成就慈悲大基础。啊，诸佛当中找一个这样慈悲的人找不到啊。我们遇到是多少多么幸运。啊，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一切法门也很快就通达了。啊，所以那么在极乐世界你也很快就能够修足福慧。啊，为什么？你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啊，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到那边去供养，供养是修福；到那边去闻法，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所以很短的时间，你福慧就圆满了，你福慧就具足了，福慧圆满具足就是成无上真等真觉。啊，成无上正等正觉之后到哪里去呢？那是完全了解了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原来是一体，你就回归自信了。自信在净土法门里叫常寂光，换一句话说，你就回归到常寂光，回归到常寂光，身土境界都没有了，变成一片光明。啊，一切诸佛都是这一片光明，光光分不开了。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头十几盏灯通通打开了，光跟光互有，你说这个光是哪一个灯的光？分不开了。啊，一体啊，这个叫做法身。啊，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梵语的名词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什么意思？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啊，我们就知道了。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化身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前，我们都在化身当中啊，我们没办法离开一切处啊，没办法离开一切事啊，一切处一切事就是常寂光，肯定一体，一体，一体的核心啊，我心充满了德行，万德万能，万德万能里面第一德是什么？外国宗教里面讲爱，佛教里面讲慈悲，这个时候是什么现象？爱心变法界，慈悲变时空，一切时一切处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爱。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化身佛。化身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从他而生，就是能大师幕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这个意思。啊，这个爱是真爱，因为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不附带任何条件，爱一切众生就像爱护自己完全相同。啊，古人比喻的更贴切，啊，像爱眼睛一样，我们爱护自己的眼睛。啊，爱护一切众生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诸佛称赞曰：啊，这就是中国佛教古大德所说的若要佛化心，唯有生赞声。啊，互相赞叹比什么都重要。在整个宇宙里头，变法界虚空界里面，若要佛法心，那就是诸佛互相赞叹。那互相赞叹当中，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把自己教化范围之内的一些很难度的众生怎么办呢？通通劝他们念佛到极乐世界去，见了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所以这些难度往往成佛比那个好度的快，不晓得不知道快多少倍。这是事实啊。啊，祝福赞叹，这个祝福里头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其中啊。释迦牟尼佛要不赞叹阿弥陀佛，要不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我们怎么会知道？啊，不可能知道啊。啊，通过他的赞叹给我们讲弥陀经，讲观无量寿佛经，讲无量寿经，我们才明白了。啊，所以赞叹多重要啊。那么因为这些祝福赞叹，这些人相信了，这些人发愿求生极乐世界，通通是这些祝福赞叹所成就的啊。介绍人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回过头来对介绍人感恩戴德
所当然。五坎第十七愿啊，这也是善导大师称为四十八愿当中最真实的五大愿啊，这是第四大愿啊。第一，必成正觉，这语气都肯定啊。第二，光明无量。第三，寿命无量。第四，诸佛称赞。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这个一章就是一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有名第十七啊，四十八愿的第十七愿，佛称叹曰：“称，称扬；叹呢，赞叹。含义曰：我作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佛过于弟子种种。”叹我功德国土之善，助天人民软动之类，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这是汉译本的经文啊，吴译本的经文跟这个差不多啊。往昔云，日本净宗的祖师大德啊，他说六八愿中，六八就是四十八，那四十八愿中，此愿之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若无此愿，何闻十方？要没有这个愿，十方世界谁知道有阿弥陀佛？谁知道有极乐世界？吾等今之往生教者，拼此愿根，善思念之啊！我们对这一愿要定力啊，要感恩呐！啊，为什么？人真信了，他这一生成佛去了。那你要是批评，让粗心的人改变信仰，对这个产生怀疑，你就把他这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的机会给断掉了。这叫断人法身慧命啊！断人法身慧命的罪，比杀生的罪，比杀他生命的罪还要重。那杀人生命是堕地狱啊，那断法身慧命一定堕无间地狱。将来地狱罪报完了之后，再得到人生呢，生生世世愚痴不闻经法，这罪太重了啊！那么你想到反过来随喜赞叹这个功德多大，不但成就别人，将来自己成就
些都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这是念老所说的妄习的意思，是若无此愿，则汝等生在娑婆秽土六道轮回里头，如何能闻彼土之教主与佛刹名字？那彼土教主就是阿弥陀佛，佛刹名字是极乐世界，彼佛彼土圣妙功德清净庄严，若未曾闻，又何有发起求生彼土的深愿？这正是关键所在之处。那所以古德常给我们说，临动清江水，不动道人心。那他已经行在正道了，你把他改造了，你让他走入误区了，这个责任背不起。故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甚有此愿之力。这真的，我们今天能听到这个地球上，在我们这个国家当中这一千多年来，自从慧远大师这汉朝佛法传到中国云公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123个人求生极乐世界，故国往生。圆公自己往生的时候，告诉大众：极乐世界，在这个之前见过三次，定中见到。念佛打坐入定的时候三次见到，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这一次第四次佛来接引他要往生，而且看到连续在他之前往生的同学通通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接引，而且他还能指出哪一个人名字都叫得出来。这是给我们做正传的。我们读这些典籍净土圣贤录往生传，把它当作故事看就错了。他们都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从圆公一直到今天，每一个朝代多少人念佛往生哪一个宗派都没有净土殊胜。为什么？净土容易净土主张待业往生，其他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待业，没有待业的，一定要自己断烦恼，提升自己境界你烦恼习气断不掉，你提不上去这个法门不需要，只要相信，只要想去愿，就是我想去，你看多简单有真性，有切愿那下面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着重在专字，不能杂。啊，海贤老和尚又被我们遇到了。啊，他老人家把一项专念表演的淋漓尽致。啊，告诉我们像他那样就成功了。啊，实际上他念佛往生早就成功了。我深深相信，他20岁开始念佛，顶多25岁，他功夫成片。换一句话说，他如果生命不要了，他就能往生。啊，能往生而不往生，他是个特别的例子，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来给我们做正传，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这些困难，阿弥陀佛知道啊，早就知道啊，反对慧济本，啊，反对黄念老的注解，反对我们依这个本子修行，而且反对人的多，反对时间之长，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真的遇到了大灾难了，啊，还好啊。我相信老四，我的信心从这来的。这个法本是老四给我的，传给我的。老四决定不会害我，我对老四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我还是依教奉行。啊，别人都不修，我还是依照这个法门修。啊，为什么？我感恩老师。啊，所以我能坚持啊。啊，那么这么多的人，那个时候有很多，还有在杂志报纸上啊，有些单张的印出来的这些传单一样的，有人送给我，我在澳洲。我全部把它送在韦陀菩萨脚底下，啊，把韦陀菩萨钱把东西通的，让他韦陀菩萨踩在脚底下，韦陀菩萨去处理，我就不管了。啊，我还没有想到，阿弥陀佛早就知道，派海贤老和尚，啊，一直到。若望佛法心无生战神这本书成就了啊，老和尚看到了，阿弥陀佛接到我手啊，大概也跟他约定了，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啊。所以老和尚看到这本书是无量欢喜，如获至宝啊，啊，拿在手上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的，就在头一遭啊，没想到照这张照片3天之后就走了。他就是等这本书啊，这本书前面讲的给我们做证，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戒引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前面是证明这个根本疑惑，后面就是针对我们这次遇到的灾难啊，证明下联句会基本是真经，不可以怀疑啊，字字句句是无中原一本的经文，没有改动一个字啊，这是这一次会集好处啊，他自己非常谨慎
汇集成功之后，又校订了十次，啊，怕人找他麻烦，啊，一定做到尽善尽美，啊，华严祖老居士注解这个经，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啊，去找经文，81部，啊，83部经论，啊，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是193种，这些典籍里面把它抄下来注解，正知正解，所以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妙不可言的。啊，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我们这批人，啊，这个十几二十年来。依照这个法门修行没错，啊，依照这个法门修行，在这个这些年当中，往生的人我听过，我也见过，瑞相稀有，哪里是骗人的呢？啊，仙公老和尚给我们这一表法，我们的心情就回头来了，啊，不再像以前摇摆不定了，半信半疑，啊，现在死心塌地。那么这些人回头的人，将来个个都往生不退成佛，这功德多了。啊，又何况还附带的海清老和尚，那还有海清老和尚的母亲，更不可思议。啊，在家念佛的女众啊，他往生的时候，那时候很困难。海鲜老人找一次，找一次，一副棺材都找不到，啊，所以只有用布板，简单垫一个棺材，把他母亲下葬。啊，他是孝子，总觉得心里有愧，对不起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转了，啊，他就想。树碑改葬，啊，把坟墓挖开，棺材也打开，人没有了，啊，棺材里头只有钉棺材那个钉子，几颗钉子而已，人到哪去了？没人知道。啊，中国古时候有个例子，大明祖师原籍也是被人下葬了，啊，可是过几个月之后，有家乡人从现在的新疆，那是昔日，回到南方，告诉大家他们在新疆看到大明祖师，啊，大明祖师挑了一个棍子，上面挂了一只草鞋，那他是大赤脚，大家不相信啊，他往生好几个月了，对下葬怎么会你们遇到，啊，把棺材坟打开，棺材一打开里面一只草鞋，跟他们所说的情形完全一样，那什么菩萨化身啊，不是凡人啊，啊，所以海鲜老化身的母亲尸体不见了，啊，大家认为可能的是菩
菩萨化身，啊，给在家宇宙做个好榜样，啊，给人家做的多潇洒，86岁，说走就走了，啊，都是预知时机。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特别留意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啊，坚固的愿心，我们要跟进的，这才叫究竟了脱啊，别的全是假的。84000法门，度84000种不同根性的众生，不是普度啊！念佛法门是普度啊！无论什么法门，通通得度了。一门就是一切门，一切门就是这一门。这个要懂得啊，这个不懂啊，你的佛就白学了啊。所以对一切法门尊敬，就像善财童子53参一样啊。善财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怎么知道？第一个善知识教他的，第二个什么？先入为主。这个仪式，印度人也一样，先入为主啊！啊，本人比丘，40华严叫吉祥人比丘，是一个人。啊，这第一个方问，啊，他是修波州三昧，诸人念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诸人念阿弥陀佛。那么当中51位善知识代表无量法门啊，代表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中国人分代表所有法门。那最后一个法门呢，53呢，普贤菩萨10大愿王道归极乐，你看一头一尾我们就明了了。善财童子是修念佛法门往生极乐世界，成就了大方光佛化缘。那我也是看懂的这个地方，我们华严经放弃了修净土啊，华严讲了4000多个小时，很难得了。我希望将来有年轻人接着讲下去啊，能有一部完整的华严法华这大经大论留给后世。那我们自己年岁大了，时间不够用，啊，不是不喜欢的，非常喜爱，但是那不是一生成就的，一生不可能成就，回到念佛决定成就。啊，我们要走有把握的路子，没有把握的是冒险的路子，我们不能走。啊，没有那个本钱，有无量寿可以，咱没有无量寿啊，所以要走近路，要走直路啊。那么这一面也就提
提醒，互相赞叹是多么重要啊！法门多好，要赞叹啊！不能比，我比你高，你比我高，凡是比都是堕地狱。为什么？回报法门，那个法门是佛说的，你要回报他的时候是回报佛法，回报佛法的必堕无间地狱。这个要知道，不但佛门不同法门的时候要互相赞叹，对其他宗教也要互相赞叹。为什么？世界才会有和平。如果这个宗教的时候我的高你的低，我要把你消灭掉，这个世界上人永远离不开灾难啊！你们要是批评的话要负这个因果责任啊！我们希望宗教都能和睦相处啊！宗教能和睦相处，为什么同一个宗教里头派别不能和睦相处啊？我们过去在跟大家在一起学过三学兴衰啊，这个三学就是中国佛教啊。三学第一个是律，第二个是禅，第三个是教啊。律就是律宗啊，是佛教入门初学的守规矩啊。第二个呢是禅，禅是修定啊，修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归清净心，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戒的目的是清净心，你要是到处跟人攀比，你的清净心何在？本身就把戒律破光了啊！那个戒不但是白学，学戒还造罪业，没有功德造罪业，这个不能不知道了。那禅呢是修定啊，教呢是修慧，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这个教里面啊，包括大乘教、小乘教、显教、密教啊，教就用一个觉字做代表。你看清净平等觉啊，禅要得平等心，禅成就了；戒要得清净心啊，心清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真菩萨。有分别执着不行啊，凡夫啊。啊，这个基本的道理啊，不能不懂啊。所以，律、禅、教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你批评哪个，都是批评释迦牟尼佛。啊，批评这个支派里面的祖师大德，批评这个里面所有的修行人，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啊，要知道是因缘啊，是佛所说的。那么世界上各个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通通是自信流出来的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里面包括宗教啊，是一体的，一体就不能分啊。就像我们人身体啊，身体是一个，里面器官很多啊，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所思啊，互相合作。如果他们打架起来，我再不赞叹，我回报他，这人就完蛋了，死路一条啊！啊，每一个甚至着讲到每一个细胞功能都是平等的啊，你这个人
人才健康啊，那才幸福啊。啊，如果各个器官都独立了，啊，都增盛了，都斗争了，这个人就是必死无疑。那世出世间一切法，何为贵呀？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啊，为什么要斗争？啊，斗争是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社会大众对社会的影响更大，影响什么？社会大众对宗教不信任了，啊，都不是好东西。你看，他们自己互相斗争，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只有赞叹，没有回报。别人回报我，我赞叹他。啊，决定不可以回报。为什么？我们不能报复，不能报法，不能报祖师大德。啊，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古人根性不相同，佛应机说法。说出无量法门，啊，这无量法门里面就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法藏求曰名闻十方者，不是好名，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啊，他有个原因，只为。普摄一切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究竟成佛，他是为这个啊，他是用佛号作为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就是名号，名号就是修行方法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可以翻成中国字，为什么不翻？尊重不翻，不是不能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或者翻作觉。啊，他的意思，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好，每一尊佛都是无量觉，都是无量智慧，而且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看这个名字多好。啊，为什么它是信德？啊，是信德的名号，信德是一切众生是共同的。啊，用众生共同的这个信德来做修行的方法，妙极了啊！啊，所以只要念阿弥陀佛，就把一切法全念尽了。不但是佛法啊，佛法这两个字也可以概括一切法，实际上是一切法啊，就是《坛经》上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一句万法的总号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法的总名号啊，是信德里面的第一德，那称号里面的第一称号啊，像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样，中国汉字编排顺序第一个就是一字，一就是道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法，这一代表道，所以阿弥陀佛就这个一的意思啊，把它摆在最前面，不是随便说的，它很有道理啊，让我们听到生欢喜心，所以弥陀的心也想的，只为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就近成佛，你看看多难得了，我们要感恩呐、啊！我们怎么忍心的破坏啊？啊，人心破坏的是无知啊，是不懂佛法的人啊！啊，真正懂得佛法人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讲到互相赞叹，好，我们进入这一年当中，我们加强互相赞叹啊，不要去批评别人，别人批评我接受，不必说话，回他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啊，心里头要清楚要明白啊，与人不要争啊，什么都好啊，真正的好，将来往生做出一个好榜样，那就是最好圆满的好啊。佛教不是神教，佛教里头没有上帝没有神，佛教里讲佛，佛是什么？佛就是无量久，无量久可不可能？可能啊。现在一般世间人不承认，不可能，说这个宇宙之间什么事情你都知道，这不可能的，大家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他迷得太深了啊，在佛法讲他业障太重了，他根本不知道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学习经教，懂得了在理上我们肯定了啊，但是事上没见到，那么换一句话说，疑断不了啊。啊，我们有99%相信，还有1%怀疑，不是没见到啊。啊，那我要说明白了，你就见到了。你为什么没见到？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啊，你想想释迦牟尼佛，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放弃了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出家修道去了，去做一个苦行僧，树下细修，日中一时，就过这样的日子。啊，这人头脑有没有问题？啊，富贵生活帝王都不要了，啊，去当个乞丐。啊，天下有这种人吗？那就有，他就表演给我们看。啊，他现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是知识分子，好学。啊，19岁出家之后就学习。印度在当时，这历史上有记载，是世界上宗教之国，宗教很多，而且修行人都修得好，也是哲学之国。啊，古印度的哲学到那个地方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啊，他学了12年，真学真用功啊，所有宗教学派全都学完了。啊，他觉得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啊，他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生老病死。啊，他看到人有生老病死，他觉悟了。啊，这苦啊，这真苦啊。他就想如何能够把这个苦解决了，
让一切众生得到真正乐，这佛教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才教学目标。那苦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必须脱离六道轮回才真正离苦啊！没有脱离六道轮回，你这一生暂时脱的，来生还苦啊，你怎么办啊？乐要得究竟乐，这永远没有苦了。那究竟乐是哪里？究竟乐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啊，你到那个地方得究竟乐了啊，他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啊。这是世间人解决不了的，世间所有宗教都解决不了的啊。他出来了啊，学了十二年啊，对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放弃了。十九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三十岁，这学了十二年呢，三十岁不再学了，知道那个学都是不究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永久啊，所以他放弃了。这个放弃叫放下所执障啊。佛跟我讲，障碍有两大类，一个是烦恼，一个是所执。所执就是知识啊，这个东西也不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知识不能出六道轮回啊，放弃了。这两种障碍都没有了，就容易了啊。就是这两种障碍障碍了我们的自信啊，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这两样障碍放下了，自信就现前啊，自信也就是觉啊。所以古圣先贤教给我们教学的理念是应门深入，常识熏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注重自见，自己开悟，不是老师教的，自己开悟啊。所以古时候念书老师不讲的，只教你念，读书你念啊，念干什么？念是修定，因为你念经读书了，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啊，把你的妄想念掉，把你的杂念念掉，这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个念书是一种手段啊，驱除妄想杂念的手段，它用于在此地，绝不是即问之修。那孟子变数多了都能背诵了，这是附带的，副作用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叫他得定啊。佛经的术语叫三昧，叫你得三昧啊。得定久了，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开悟就自见了，自见之后开悟之后，学生讲给老师听，你看你就悟了，明白了，你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你印证，没错，你就毕业了。那你像慧能大师在中国成就一个，释迦牟尼佛一生讲那么多经，没有一句讲错，没有一个字讲错，他本事从哪来？自见啊，给我们做证明啊！啊，怎么自见呢？就是一门深入，读书千遍，你就念下去，不要问意思，没有意思，没
有意思就有无量意，有意思就一个意思，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啊。服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所以儒释道三家都讲求无因啊。中国从汉朝明帝时候佛法传到中国啊，汉明帝永和十年，永平十年啊，公元67年啊，佛这些方法理念方法中国接受了啊，所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也走开我的路子啊，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啊。儒家能够到佛法菩萨这个阶级，到不了佛，那就是他不够彻底啊。佛最终做的彻底啊。方东明先生当年教给我啊，他不是讲宗教，他讲哲学啊，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讲这些可以，连他妹妹都说，在古时候，哲学跟宗教是划等号的，就是特别是佛教，你说的是哲学是对，你说的是宗教也对。啊，他妹妹说的好，文明是从宗教里头延伸的。文明就是文化，是从宗教里头产生的啊，没有宗教就没有文明，所以宗教是文明之母啊。所以他也在强调啊，宗教是人类的必须啊，没有宗教那个文明就不长久，就会消失。他的研究，世界上这5000年来出现过20多种文明啊，有很多都灭掉了，消灭掉了啊，历史上还有记载，但是现在没有了啊。现在西方新兴的科技文明啊，科技能不能长久？不能长久，科技发展到最后会把整个世界消灭掉的啊，它是负面的，它不是正面的啊，也就是它是技术能力，它没有智慧啊，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智慧是自心里本有的啊，有智慧一定有知识，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这是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这基本概念非常重要啊！我们有没有把路走错了？邀请啊，啊，要认识清楚啊！啊，这些地方所以老师非常重要啊，尤其是初学的这个老师，先入为主啊，这太重要了。尤其宗教两个字定义，什么叫宗教？现在是宗教跟迷信划等号了，冤枉啊！世间最大的冤枉没有比这更大了啊！你把宗跟教，你在字典上查查看，咱们现在有个文字学班啊，宗是什么意思，教是什么意思，把
宗教两个字合起来，大宗它有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啊，这三个重要的意思啊，教也是的，教育、教学、教化啊，那宗跟教两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还得了啊！啊，这对谁的？对一切众生的，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尊重崇高，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当年那时候我26岁，认识方老师的，在去跟方老师之前，没听人讲过，都概念当中，宗教跟迷信划等号，宗教就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迷信当中最迷信啊，为什么呢？多神教，什么都拜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啊，主宰宇宙的神，创造宇宙的神啊，那佛教的神仙大大小小到处都是啊，多神教你瞧不起啊啊！没有想到把佛教看错了，佛教是教育啊。那寺庙里头陈设这么多的什么佛、菩萨、罗汉、天神，那是他的表，是教学的工具啊。也就是佛教是最早把教育跟艺术混合在一起啊，让他的教学非常生动活泼，全是表法的啊。你看，通常你最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啊，这个大常供的是一佛两菩萨，那这最常看到的啊，西方三圣啊，这个阿弥陀佛。两面是观世音大士指，它代表的教学啊，佛是代表体是没有形象的啊，从体起用，这就有相啊，用不管用有多么大，总是不外乎两大类，一个是爱，一个是智啊，有智慧有爱心，智慧跟爱心都是遍宇宙的啊。你们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表爱表慈悲，大势至菩萨表智啊，如果只有爱没有智，这个爱就变质了，就变成情智了，那就错了啊！有智没有爱也不行，那不通人情啊！所以必须这两个要平行啊，要画等号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的教学，这他做多好啊，多美呀！迷宗佛号菩萨跟菩萨名号都代表着教学的意义啊。释迦牟尼在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阶段，他教学的宗旨就是名号啊，名号就是他教学的宗旨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混乱啊，缺乏的是什么呢？没有爱心，自私自利
假晓得宗旨啊，是假，翻成中国意思能忍，就是儒家讲的忍忍耐啊，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这是假的意思，实际上是人的意思啊。摩尼呢，摩尼是清净的意思啊，所以心不清净，心里面胡思乱想啊。清净是自受用，仁慈是对别人对外面所有一切万法，这是教育的宗旨啊。你没说他迷信吗？你说释迦牟尼佛都怨我，我们设的愿望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设的愿望比我们大太多了，那这么样一个好人被人家愿望到这种程度。